家好，我是 Belinda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周一，刚刚煮了面条，准备拌葱油面吃。今天面煮的有一点多。好，这就是我的葱油。好香，这个真的爆好吃，我来尝一口。有了，吃饭喽，给你。哇，剑影关，好厉害啊！哇塞，真的是他，你看，哦，都好老了。浙江卫视的《我就是演员》居然把憨豆请来当嘉宾，我的天！最近发现一个 B 站上的好可爱的博主叫尿酱，我们在看他们的游戏视频。哎呀，这还能掉下去？哇，可以两个豹子一起走哎！你看，哇，哦，好厉害！我也想玩这个游戏。哦，就是要抓个萝卜，然后进到那个洞里就好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周五了，今天终于这个礼拜第一次把脸收拾收拾，化了个妆，然后刚刚拍了个视频，拍的是淘宝的攻略，感觉我一直都在不停的说，然后最后不知道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像这样子的完全是干货教程类的视频，其实我拍的有一点，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拍，我觉得我就一直在镜头面前就一直讲，就越讲越无聊，我自己讲的口干舌燥，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。我现在要去喝口水。哎，今天心情超级好，因为首先今天是礼拜五了，然后今天我们家旁边修房子的那个地方没有吵，哎，从早上起床到现在都基本上没有响过。希望最近都不要再敲了，真的是心力交瘁。今天呢又是一个周五，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安排，还没有想好晚上要不要出去吃饭之类的。一会儿晚点再问问天哥看，光线还不错。今天现在戴我这个戒指已经戴了还挺多天了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会习惯戴戒指的人，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戴过，刚刚开始戴的时候感觉还挺不适应的，就老觉得手上有个东西抠在这里很不舒服。但是连着戴了应该正好一个礼拜了，今天就感觉好像慢慢的习惯一点了。然后其实戴这个戒指确实会感觉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总是在提醒我，我现在是一个家庭中间的一份子，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们俩同时都戴这个戒指，就感觉还挺奇妙的。也不知道怎么讲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去吃个午饭，现在已经快一点了，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。给你们看我之前在淘宝上买的这个魔芋凉皮，还剩两盒，哇，真的是完全吃不动，太难吃了。然后买的其他的零食，什么辣条啊、蛋黄酥啊，全部都已经消灭的光光了，就这两个还在这儿。最近这几个周末都过得还挺有意思的，突然开始特别喜欢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一些吃的，比如说包饺子啊。我们已经连包了两个星期的饺子了，然后这个星期我们还约了一起包包子。就突然变得很喜欢待在家里，然后喜欢跟朋友一起做吃的。刚刚泡了一杯咖啡，然后现在我在看一下视频，准备外面下雨了，下午就剪一剪视频。在看Sophia 的 vlog， 他的 vlog 总是有很多狗狗，然后有很多就是美国的大自然的风景，还挺好看的。叫 Sophia， 他的名字。现在出来去超市买点菜，准备晚上做饭吃。今天准备做一个意大利面，然后就去买一个酱就好了。天哥在我前面，哎，你西瓜又涨价了，好重的，奇怪。这个不错，可以吗？好，要拿个篮子不？
拿个那个车吧。过年的时候吃那种橘子，芦柑，你看看已经有芦柑了。这个吧，这个很黄，你看。好。两个是重的。这就是吧。放肉好吃吗 ？Carbonara， 这个。你就来啊，那我把这个放回去了。你想吃哪个嘛？你想吃这个是不是？对，那我买这个吧。好，把那个拿出来。这个是不是比较肥，比较好吃？是。买了两桶薯片，还送了一桶薯片。好好吃。好吃吗？什么味道的？哦，就是 Pringles 哎。嗯。我要尝一个，我没有吃过这个原味的。哦吼，哦，原味的好好吃啊！嘿，我们回家喽。计划有变 ，change of plans。因为买完菜之后都有点晚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打包了菜饭回来吃，然后准备明天中午吧，明天中午做意面，好不好？好。自个人很想吃，对不对？嗯。家里的老干妈吃完了，现在都只能吃空口吃白饭，好惨啊！好开心，我们家里终于可以用电脑，哦，有字幕哎，我们家终于可以用电视看电脑上的东西了，哦，超棒！这个人刚刚捯饬了半天，终于弄成功了。这个是 Mrs. Maisel 麦瑟尔夫人的第二季。当时我记得第一季很好看，然后现在出了第二季，我们再看。我觉得 Mrs. Maisel 很有魅力，真的好漂亮。我今天早上还加早，现在是周六的早晨。我们一大早就出门，然后现在在麦荔枝这边来散散步什么的。哦，那地上有个喵，它的脸好花呀。是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呀，它过来，它过来了。这有一个好大的水库，今天天气好好，有点热。往前往高看一看，全树。哇，这个好高级啊！看这门口拦了这个栏杆，告诉我们前面有一棵树，会挡路的。是，只是花纹。哦，我可以就这么，哎，还是有点毫无压力。星巴克的新出的叫什么？圣诞节的包装，挺可爱的，好好喝，超好喝哎，开心，好久没有喝过星巴克了，耶，吃午饭喽。快来，快来，天哥吃饭了。今天做的意面、蘑菇酱、这个、还有几个西兰花。哦，原来这期讲死人了。嗯。看看这个西瓜。他挑的。怎么是我挑的？明明是你挑的。我有视频为证呢。不点自动发的呀？对。这是哪一期的？看我包的这个，长得爽，长得还可以吧？你们什么时候拌酒啊？鱼嘴的，哎，里面还有，还看到肉馅，包子好了，出来看看怎么样？今天的包子那个面弄得不是特别好。哦，大胖包子，哇，好可爱！我们的包子失败了，因为那个我们今天用的。还行啊，还行，他吃完了，还行，半个吧，你吃完了半个，我吃了一个好吗？你吃了一整个啊，吃了一整个好吗？哇，感动快，感动快！我们用的那个酵母是我们很久以前买的，然后我用之前没有看保质期，它已经过期了，那个面没有发起来，就不蓬松，就做出来像饺子，然后就不怎么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来打包一个晚饭回家吃，再买新的酵母，可能明天吧，再重新做个包子。茄子，上次我们也点茄子，点个好不好？好吃，点个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点过茄子。大家知道哪有茄子了？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礼拜天了，现在已经到中午的12点的样子了。然后我们刚刚上午趁着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外面的修房子的也在休息，所以我们刚刚上午拍了一个视频。中午吃什么？中午吃葱油面。葱油面吗？辣鸡面。辣鸡面。各种。你想吃辣鸡面吗？都行啊。嗯。不想吃辣鸡面。
那还是吃葱油面吧，我也想吃葱油面。好，现在吃吗？好，那我去煮吧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昨天我们的包子不是没有发起来失败了嘛，然后我们又去买了新的酵母，今天又发了一次，现在已经发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去看一看怎么样。哦，不错哎，哦，发起来了，快看快看，发的整整一盆都是，看这个面，哇，感觉今天要成功哎。嗯，应该这个样子就发好了。哇，这个肯定可以的，包子好啦，让我们来看一看。哇、哦、哇，怎么都长得这么丑呢？让我把这个包子戳开看看。哎，你们是男生的？哇，看里面有汤汁。嗯。Hello， 大家。嗯，又到晚上了。昨天我跟天哥传了我们俩就是领证那天的那个视频，然后收到了好多好多人的评论祝福我们，还挺感动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而且其实我剪那个视频的时候一边剪一边哭，就哭着剪完的那个视频。虽然只是去领证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办婚礼，没有，就是家长也没有来，只是我们俩去领了一个证，拍一个这样的视频记录一下，感觉还挺有仪式感的，感觉又吃多了。好，那这个星期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视频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，记得点下面的 subscribe 来订阅或者关注我，这样以后我每次发视频你都可以看到啦。好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，快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像屎坨坨一样的粉色的就是我，黄色的是我，黄色的是天哥，那个、这个变态掉在了我头上、那个、那个。好，哎哎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抓，哦哦，哎哎哎哎，我怎么自己跳下去了？哦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游戏规则是谁被弄下去了谁就赢了，不，谁被弄下去谁就输了。做了好多锯齿，锯齿嚼不死人的，你看你，你看天哥老欺负人家，我怎么一个人举着两个人下去下去下去，为什么要第一个他自己下去了？哎哎哎，不要抓我的脚。哦耶、oh, yeah! shit， 我先躲到旁边，我先躲在这里。哎，哪里跳？哎，哎，就，哎呀呀呀，没下去啊！哎呀，你怎么不下去了？哦，看我好厉害，抓着你这么甩。哎，嘿，下去！哎呀，你怎么不下去呢？下去，抓着你的头发扯。哎哎，不要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啊！别抓！哎呀，你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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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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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你！你就松手啊，快松手！哈哈哈哈哈！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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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头锤！哎，怎么又跳回来了？咦、哎！啊！我要死了！扭扭左右，跳跳跳！跳，哎呀！给大家推荐这个游戏叫 Game Biz， 就是哇，特别解压的一个游戏，而且，哎哎哎哎哎，我是粉的，啊！啊！哇，你这个头发很 spiky 耶！哎，哎，我抓了两个人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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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快把他打下去！快！哎哎哎哎哎！啊！这头为什么我下去了？